老朽在古南都恭候诸位大驾光临。这次还需劳烦楚院长了。你我什么关系呀？这种话就不用说了。此次大招和鬼仙派不会善罢甘休，乘坐血爪青鹰也能避免很多埋伏。不过大玄这次算是在五国扬名了啊。多亏我大玄出了一位少年英才啊。这群废物凭什么用这种眼神看着这该死的秦尘？不杀他，我秦风誓不为人。好了，此次试炼暂且告一段落，各位都回帐中准备一下，半个时辰后我们启程返回宣国。另外，四皇子殿下，秦尘有件事尚且需要二位确认一下，请随我来。灵武王大人，把他弄醒，我有几句话要问他。是。李清风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对四皇子下此毒手，你究竟意欲何为？灵武王，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好端端的怎么会对他出手？分明是他们看我跟秦尘有私怨，想借机报复我罢了。我们报复你？李清风，你颠倒黑白的本事还真不小啊。哼，愚蠢啊。秦尘，你别以为有人护着你，你就可以胡作非为。李清风，都到这个份儿上了，还是不肯说实话是吗？我已经说了，是你们自己不信。你来聚财殿之前，是不是已经跟那人勾结了？我听不懂，想给我扣帽子你就直说，没必要拐弯抹角。若不是我早就发现了你有异样，让林天王启明提前做好准备，指不定你现在已经得手了吧。哼，我看他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直接上刑吧。李清风，你好歹也是武安侯世子，就算你不顾自身安危，难道你还要置整个武安侯府于不顾吗？你可知谋害皇子乃是灭九族的重罪，如果你肯说实话，供出你的幕后主使，我可以考虑向陛下请命，对你从轻发落。从轻发落？你以为从轻发落我就活得了了吗？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
我知道那人对你动了什么手脚，或许我可以帮你。你能帮我？当然。我不信这世界上除了他没人帮得了我。李清风，你每夜午时是不是心痛难忍？最初的痛感就像是重锤击打，然后转变成数针捅刺，周而复始，持续半个时辰左右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怎么才能帮你解除痛苦，帮你摆脱那人的控制。怎么样，现在敢说了吗？好，我说。但你要答应我，一定要帮我摆脱控制。你现在还有选择的权利吗？我没有错，错的是他们。我之所以会对四皇子出手，全是他们逼我这么做的。他，我李清风身为武安侯世子，一生争强好胜，奈何一不做步不做，最后还祸及了家人、父亲、母亲，害人对不住你们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找到真凶，还你一个公道。会这样？刚才不还好好的吗？我来看看。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动李清风体内的禁制，除非……现在死无对证，线索彻底断了。难道就这么算了？敢控制一个侯府世子来谋害于我，幕后的指使者一定在谋划一个大阴谋。殿下放心，此事不会就此了结。待我们返回王都之后，我定会彻查清楚。清晨，
刚才你说你可以帮他解除控制，难不成你对控制之术也有所了解？在下只不过是有幸看过一本古籍，略懂一二，了解谈不上。原来如此。时候不早了，发生了今日之事，二位还是回去早做准备，我们即刻出发返回王都。能怎么办？我要马上赶回鬼仙派，向宗主请罪。三皇子殿下身孕，我也要回去禀告陛下。哎，真是可恶！诸位爱卿，辛苦了。此次五国大比出事，诸位爱卿保家卫国，扬我大玄国威，朕重重有赏。秦臣，你是此次最大的功臣，说想要什么？能为国效力已是荣幸，岂敢有所求。好好，大玄有你们这些少年英才，大玄何愁不兴？秦臣，朕封你为千户侯。明天，王启明，朕封你们为百户侯。其他人等，皆有封赏。谢陛下。行了，诸位爱卿回去之后好好休养。小湛，楚院长，子勋，随朕来。是父皇。是陛下。朕听说这秦臣击败了曹恒和念无极，还救了灵山郡主，可有此事啊？是的，父皇。照这么说来，这曹恒和念无极之死也并非是秦风所为啊。秦风？哼，他口口声声说就在附近，可灵山受伤时却一直没有现身，甚至还企图勾结尉迟城陷害秦臣，实在罪无可恕。父皇，你还答应他得了第一就封他为冠军侯，我看这样的人连个校尉都不配。哎呀，他这不是还没拿上第一吗？啊，子轩，你也累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
去。是啊，父皇。快去吧。小湛，你觉得这个秦臣如何呀？回禀陛下，臣觉得他倒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。朕怎么觉得这个秦臣把这秦风玩弄于股掌之中啊？且不论他们兄弟关系如何，此次五国大比若非秦臣，陛下恐怕我大选此地是要损失惨重。是啊。不管了，继续往下看吧，看看这兄弟俩到底谁更计胜一筹。真没想到啊，这个李清风竟敢忤逆犯上，竟然想谋害皇子和公主。陛下，臣本欲从这李清风的口中审出幕后主使，却不想这李清风竟暴毙当场。当时这现场都有什么人？回陛下，有臣、四皇子、严将军，还有秦臣。记着，封锁消息，严格保密。臣明白。小湛，即刻带领人马包围武安侯府，捉拿武安侯归案，严格审问。还有，只要是跟影沙楼有干系者，全部捉拿审问。臣遵旨。火速去办吧。是。你们都听说了吗？我大玄获得此次五国大比初考第一，名震五国。传闻大昭三皇子陨落，乃是秦风所为。秦风真不愧是我大玄第一天才呀！我呸！他就是个沽名钓誉的小人。沽名钓誉？你们都没听说吗？那秦风害怕昭国和鬼仙脉找他报仇，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秦臣的身上，想让鬼仙脉长老和屠神去找秦臣报仇。甚至连灵山郡主被追杀的时候，他都袖手旁观，见死不救。还有这事儿，我也听说了。这秦城和赵灵山郡主在和曹恒、念无极大战时，秦风却偷偷地躲在一旁观望。等到双方都重伤之后，秦风这才暗中偷袭击杀二人，捡了个便宜。而且我还听说，此次我大玄国能在比武之中获得如此成绩，也多亏了秦臣。那秦臣也是明知道秦风在背后搞鬼，在关键的时刻居然还站出来为秦风讲话，差点死在了昭国尉迟城的手中。哎，真是重情重义啊。本来以为秦风他是什么英雄，现在看来和秦臣比，天上地下。大哥，风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都是那该死的秦臣。秦臣，就是秦臣。娘。娘，娘，我可怜的孩儿，母亲，给我找个修炼的地方。这个仇，
我一定要报。你放心，娘不会让你白白受苦的。芬儿，扶你大哥去休息。哥。清晨，秦月池，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够了！还嫌你自己不够丢人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要乱来，不要乱来。现在你看看，凤儿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啊！秦远红。你还好意思说，你肯出手的话，福儿会变成那样吗？既然你不管，那我自己解决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牵扯到你，我的秦侯爷。娘，是秦风想要算计孩儿，孩儿只能将计就计，反间的重创。来，只要你平安归来就好，娘不求其他的。你爹曾经也是天纵之才，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。娘，我爹他到底是谁？现在在哪儿？不是娘不告诉你，而是他不知道你的存在。若你知道的太多，对他，对你，都不是一件好事。那他就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，十多年都不回来。你不要这么说你爹，他是有苦衷的。娘不怨，不恨，只要看着你平安喜乐，娘就心满意足了。晨儿，你真的长大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俩来找你讨教讨教。砍招！陈少。小心了！呀！怎么会这样？再来！呀！你啊！哎呀！哎呦！王启明，你想的话。可以一起，我可以吗？切磋而已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上，好，那我上了。
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啊！哎呦，这个是可以召唤血雾的灵髓晶，给你们使用，它可以帮你们二次淬体，届时你们的实力可以突飞猛进。陈少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这次五国大比出现了李清风的事情，我怀疑我们大玄国有危机存在。你们抓紧时间将实力提升上来。走，跟我去趟丹阁。走。等我一会儿。灵武王大人辛苦了。哦，秦大人，您找我有什么事？李清风一事，灵武王查得如何？这结果如何？一会儿大殿之上，我自会跟陛下如实禀告。啊，一会儿大殿面见皇上，还望灵武王大人。秦大人，您放心，我萧某人答应的事，断然不会食言。多谢，请。灵武王，臣在。李清风一事查得如何了？启禀陛下，微臣昨日接到命令后，便召集人马，将武安侯府团团围住，只是臣搜遍了武安侯府上下，却未见武安侯的踪影。什么？让武安侯逃跑了？